摸索为难，残花轻舞出水无声。我问心高谁重，提笔道出万年汹涌。划破天际的虹，是否知道你的行踪？漫步天涯的痛，要等多久才会变冷？我愿，我盼，莫问为何转身情断。我愿，我盼，一人千愁难独自关。我愿，我盼，莫问古琴为谁轻唱。我愿，我盼，我叹我愿，我盼，莫问古琴为谁轻唱。我愿，我盼，我他让我给他们做事情，他们要杀于公子，可是他们没有告诉我，于公子竟然是青丘国的公子爷啊！今天这事儿也不能怪你，要怪就怪那些有野心的人，他们是想抢夺玄女的力量。什么地方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这位姑娘，请问这是哪儿啊？这里是东陵啊。东陵？东陵不就是那个百里寒、百里将军的地方吗？我们怎么跑这里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你还说呢，是不是你啊？在马车上睡得呼呼的，你不也一样？算了算了，既然来了，我们就进去看看吧。嗯，好。人已带到。知道了，我什么也没有发现。好，爹，我饿了，爹，我饿了。爷爷，东陵不是物产富饶吗？怎么会有这么多难民呢？叔叔先生说了，今年各地都是春寒，那百姓也应该会有去年的存粮才对啊。第二位公子，给点吃的，可怜可怜，孩子一整天没吃东西。等一下，这么多难民呢，你给得过来吗？能帮一个是一个，要是你给了他，所有人都会拥上来的。能帮一个是一个喽。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二位恩人，快谢谢。你看他们真是太可怜了。那边有吃的，快送了。苏梦，怎么办啊？先给他们吧，我们进城再想办法。给，你的，那空了，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喂，空了，这两天要饿肚子了。没关系，我这里还有一些草药，过会儿卖了换点吃的。都是新上的啊，送来粮食啊。对，还是我去卖吧，兴许还能卖个好价钱呢。好，我在这等你。给你便宜啊！发布，大破囊。哎，爹啊，你也是有耐用。哎，可以，可以。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，新上的花布。你怎么在这儿，冷面鬼？吓我一跳！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干嘛说我笨啊？你以为就凭你们两个就可以平安无事的到东陵？
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想啊，笨蛋。你能不能别总说别人笨，就你聪明。你是来找你村子里的伙伴吗？别找他，回去吧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找不到。大哥，你功夫这么强，要不你帮我们一起找，好吧？我凭什么要帮你找？你不是说我们两个不熟吗？哎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冤家路窄。放弃吧，你们找不到的。凭什么呀？你不想帮忙就算了，不要妨碍我们。福儿，咱们走。哎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这么大火气！我最讨厌那种自以为是的人了。别人也没有恶意，好不好？你说我们在这儿人生地不熟的，有个熟人不也安全一些？你呀，就这个倔脾气。叫什么名字了？还是不知道的好。他那种人啊，以后最好不要遇到。走，兔崽子，走，走，快点！好热闹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哎，别管那么多闲事儿，咱们把药卖了就走吧。什么叫多管闲事了？有热闹不看，怎么叫来过一趟东陵啊？快点！哎，快点！走！哎呀，老公，你别说话，你们这几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还欺负小孩啊？你是什么人？大爷，我叫你小偷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赶快给我滚！你身为士兵，不应该保护自己的百姓吗？你不觉得这样很过分吗？过分？我们管不了这么多，我们只管遵守大将军的命令。大将军有令，凡是在东陵偷盗的，一律处死。我们不过是想教训一下这几个小恶鬼，没有处死他们，已经算仁慈了。这帮没有脑子的狗奴才！你说什么？难道你也想尝尝挨打的滋味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打呀！没有没有没有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你不要惹祸，你看。这下好了吧？我们会死在这儿吗？别说这么丧气的话。不会的，一定不会的。你自己说话都这么没有底气了。哎呀！将军，滋事之人已经抓到，把他们带走。是。百里将军，百里将军，是我，我是桃花坳的福儿，他是苏沫。福儿。苏沫，你们怎么？太好了，您还记得我们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是这样？士兵的职责是保护百姓，而不是欺负百姓。双儿，把那几个滋事的狗奴才给我抓回来，各打50大板。是。福儿姑娘，苏沫姑娘，实在是对不住啊，是我管理不严。啊，这也不能怪百里将军啊，这么多人呢，哪能管得过来啊？哎，两位这次来东陵是？哦，我们是来找那些桃花坳的姑娘的。啊，两位不是怀疑是在我这儿吧？哦，不是，不是的，我们只是碰巧就走到这儿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这说明我跟两位姑娘还是很有缘分的。百里将军，你没有那些姑娘的消息吗？至今还没有，但是我已经加派人手出去调查了，一有消息我便会知道。嗯，福儿，那我们去别的地方找找。哎，等等，两位这么着急走啊？我派出去的人今天晚上就会回来，可能会有新消息啊。真的吗？嗯。哎，苏沫，那要不我们再等等？如果两位姑娘不介意的话，可以在我的府上等消息，毕竟你们两个人独自在外，太不安全了。好啊。我觉得这样不太好。哎呀，你听我说，百里将军又不是外人，没事的。百里将军，其实这一次，哎呦，我们是偷偷跑出来的，我们就想早点找到那些姑娘，然后带她们回家。不然老爹他们一定会担心的。偷偷跑出来的。哦。
我们现在就去找白里将军。那你们看这样可好？我派人给族长送个消息，你们两个人就踏踏实实在我这儿等上一天。等明天天亮了，你们想去哪儿，我再派人送你们。怎么？我觉得白里将军这个提议挺好的，你觉得呢？可是我不喜欢他，我觉得他笑起来怪怪的。 那你有什么办法？连去哪儿都不知道。哎，你刚刚还说以后都听我的，这会儿就变了。那行吧，那我们就住一晚，明天天亮我们就走。嗯，好。白里将军，那就麻烦您了。不麻烦。妙离，将军，给桃花坳族长传个信儿，就说福儿、苏墨姑娘都在我这儿，让他们放心。 我一定会保证他们的安全，把他们护送回去。得令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哦，它是我们东陵的信使，别看它小，但是可以日行千里。如果两位姑娘要是喜欢的话，下一次见你们玩。真的？太好了！那你们东陵还有什么好玩的？这是百里将军为两位姑娘准备的衣服。哦，不用了，我们自己的衣服挺好的。 什么挺好的？你看你这身衣服脏的，这衣服多好看呐！是挺脏的。哎，没想到东陵还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，很多草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。是啊，哎，那我们找到武阳之后，下次一定要过来好好玩吧。嗯，还要去九黎玩。嗯，将军，都准备好了。 哎呀，苏墨，你别走来走去的了，别着急好吗？坐一会儿。百里还说了，晚上就会有消息，他怎么还不来啊？嗯，可能他说的晚上会比现在再晚一点呢。哎呀，你别着急了，不行，我得去问问。哎，苏墨，姑娘。 百里将军，请你们过去。太好了，正等着呢。哎，走错了吧？我记得百里将军的房间在那边啊。姑娘，柳姑娘，哎，说不定咱们不是去百里将军的房间呢，跟着走就好了。那他怎么不回答我？我都嫌你事儿多，更别说人家了。你才事儿多。 看来你们把我的身份调查得很清楚。我是没有恶意的，只是想知道，你是敌是友。现在呢？你是朱雀星宿，那当然是友。刚才跟着百里寒进入祖庙的，可是苏墨和福儿。正是。我已经调查过，桃花坳的姑娘确实是给百里寒抓去的，只是现在也不知道去向。 景公子，你还真是幼稚啊！你认为百里寒他会留活口吗？我只想抱有一点希望而已。对了，那雨公子，你来这里是？闲的。百里寒要把苏墨跟福儿引入祖庙，肯定就是为了查出哪一个才是玄女。我才不管谁是谁，我的目的就是让百里寒不能达成他的目的。 等等，百里寒这个人心思细密，唯恐有诈。我们先看看清楚再进去吧。心思细密，我看景公子才是心思细密吧？你不是也想看清到底谁是青龙玄女，谁是朱雀玄女吗？
百里寒，你带我们到这儿来干什么？也别想跑，不解禁。抓住他们。上官公子，别想对我们的青龙玄女有什么企图，这里是我们青龙的地界，而且还布了结界，估计你们两个人也出不了什么力，我不想你们受到任何伤害，尤其是你。你醒过来了，上官大哥，冷面鬼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你完全不记得发生什么事了？福儿，福儿人呢？福儿他没事。那他人呢？他被百里寒抓走了。对，就是那个百里寒，他把我们引到祖庙的。我一见到他就知道他不是好人。你知道还跟他走？我不是早跟你说过吗？你是笨蛋吗？对，我就是一个笨蛋，我不想跟你这种人一般见识。上官大哥，怎么办啊？我们快去救福儿吧，他不能和百里寒那个人在一起，太危险了。哎，走，墨儿，你别急，先休息一下。可是福儿，福儿会没事的，百里寒肯定不会对他怎么样，因为他就是青龙玄女。青龙玄女，在东陵祖庙里面，福儿姑娘的灵力跟青龙神兽互相呼应。什么？福儿她不是朱雀玄女，而是青龙玄女，是保护东陵的玄女吗？东陵祖庙会保护青龙的人，反过来说就克制其他的人。我还是有些不明白。就好像我跟赤羽，我们两个是朱雀星宿，所以我们在东陵祖庙里面，我们两个人的力量就会被削弱。那我为什么会没有劲儿啊？因为你就是朱雀玄女。这不可能。为什么不可能？从东陵祖庙种种迹象来看，
你就是朱雀巡捕。我不是。我也只是猜测而已，到底是不是，反正我们先回到九黎，在九黎祖庙里面我们就会查个明白。那福儿呢？我们不能把福儿丢在这里不管的。我也知道，但看现在的情况，我们谁也走不了。我们要救他的话，也要我们能出去才行啊。对了，你为什么说你不可能是雪女？因为我不是桃花傲的姑娘，我是被捡回来的。江竹，竹兰，你看。哎呀，好可爱的小孩！族长，这孩子来历不明，恐怕是灾星了。胡说！老爹没有把我扔掉，而是把我收养了，做了女儿。冷面鬼，你干嘛看着我？其实朱雀玄女也不一定都要有桃花傲的血缘，我们现在想破头也没用。不管怎么样，先想办法出去再说吧。玄女醒了。什么青龙玄女？是啊，你不会蠢到现在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吧？苏梦呢？嗯，那个丫头啊，她是朱雀玄女，也就是我们将军的敌人，自然宰了呀。什么？将军让我好好照顾玄女，所以我自然不能怠慢。你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。百里寒呢？我要见百里寒。将军可不是你要见就能见的。百里寒，百里寒，百里寒！你别叫，再叫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呀！哎呀！来，让本王抱抱啊！刚才你说什么来？百里寒，你越来越无法无天了，怎么不经通报就闯进本王的寝宫？我就是来告诉大王一声，已经找到了青龙玄女。啊？那好啊！你这事儿有功，那本王就不和你计较了。同时还抓到了朱雀玄女和九黎的上官瑾。哦，那更好了。大王打算怎么处置啊？这九黎的上官瑾，如果我们和他们开战会很麻烦，把他们放了吧。百里将军有何高见？杀。我的意思也是杀，一定悄悄的杀。哎，这事儿就交给你处理了啊。这百里寒太不识抬举了，这样跟你说话。我这是在利用他呢。哎呀，好了，我们继续呀。啊，你能不能稍微安静一下？不行，因为不是你的朋友，你当然不会着急。上官大哥，你怎么回来东陵的？我是来调查被绑走姑娘的事情的。他们是不是被百里寒给绑走了？那他们人呢？在下无能，还没有找到。怎么可能是你无能呢？怪就怪百里寒这个人，他太坏了。东陵这么大，肯定是被他藏起来了，我们找不到而已。你怎么不跟他说实话呢？什么实话？你在说什么？上官大哥，他在说什么？什么实话？你不想做这个恶人，那由我来做。他们都已经死了。
忙。上官大哥，他在骗人对吧？是吧，上官大哥，你快说呀！他总是会知道的。上官大哥，你说呀！你不要好了，这样他们就能活过来吗？你这个冷面鬼，你不但面是冷的，心也是冷的。够了，想哭？至于？我绝对不会在你面前哭的。什么人？少爷，我来晚了。不晚。恐怕没这么容易吧。福儿姑娘是我们东陵的贵宾，想要把她带走，先要问问我同不同意。白里涵，你这个小人，把桃花傲的姑娘都还给我。苏姑娘说的话我怎么听不懂啊？你杀了武阳他们，还在这里装傻？证据呢？你无凭无据的，凭什么说那些姑娘就在我们东陵啊？啊，原来是九黎的景公子跟你说的，可你要知道，九黎和东陵向来不和。景公子，你这样算不算是栽赃啊？上官大哥是不会这样做的。上官大哥，我知道了，在苏姑娘的心里已经把我们分成了好人和坏人，像我这样的坏人，我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。景公子，你夜闯我的府邸是何居心呢？还有你，雨兄，昨天晚上我们还一起喝酒聊天呢，今天怎么又在这儿兵刃相见了呢？你和他是朋友？我如果说不是呢，你信我吗？我相信。百里将军自己做了什么，心里面应该都很明白吧？今天晚上我就想带走朱雀玄女，你做其他一些事情我没有任何意见。那我要是不让呢？那我就只能硬闯。Thank you.
墨，别伤到自己。百里寒，你放苏墨他们走，我答应你留在东陵。你听见没有啊？不愧是青龙玄女，有胆识。之前我还一直在想，你不如苏墨那个丫头有胆量。那你就放他们走，不许为难他们。好，既然玄女说了，那我就按照玄女说的来做。上官瑾，你夜闯我的府邸，还诬陷我们东陵，今天这事儿就算过去了。如果以后你再这样，我就不会放过你们。你们走吧。不行，我们不能走，要走就要带福儿一起走。苏墨姑娘，我们肯定会救福儿姑娘的，但不是现在，我们先撤，再从长计议。要走，你们自己走。你，苏墨。福儿姑娘，我们一定会回来救你的。走。双儿，你跟了我多久了？双儿从8岁就开始跟着将军。你走吧，你走吧，这里已经不需要你了。将军要是不要双儿，双儿还不如死了。连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都看不住，白白的让朱雀玄女和上官瑾跑了，要你还有什么用？双儿知道错了，只要将军把双儿留在身边，双儿一定戴罪立功。脾气了，大王怎么不请自来啊？什么叫不请自来呀？这整个东陵都是大王的。大王今日为何而来啊？是我让大王带我来看看那个朱雀玄女长什么样子，那个鼎鼎大名的上官瑾长什么样子。没想到来了之后才听说呀。那个朱雀玄女和上官瑾在百里将军的府邸大闹了一场，然后走了。哎呀，大王，你怕什么呀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还以为百里将军有多能干呢，在自家的院子里能让人给跑了。其实啊，大王，百里寒，你太过分了，这是寡人的宠妃，你。他是别国的细节，我只不过是做了臣应该做的事情。来人，把大王送回寝宫。将军。他怎么样？不哭不闹，没动静。我要回去。好。但不是现在。我就知道你没有这么好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帮你召唤青龙的。你误会了，我把你留下来，并不是要帮我召唤青龙，而是要保证你的安全。你保证我的安全？嗯。你不知道，在祖庙的时候，上官瑾想要杀你。上官大哥想杀我？不可能。
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。那你说，他为什么要杀我？因为你是青龙玄女，在以前上官瑾可能不会这么做的，但是现在他知道你是青龙玄女，而且他们还找到了朱雀玄女。朱雀玄女是你最好的朋友。苏沫是朱雀玄女？哼，这就更不可能了。这个我不太了解，但是我现在知道你是青龙玄女。你要知道现在有多少人想要杀你。可是我知道的明明是你要杀他们，你要杀苏沫还有赤羽。我那是自我保护，我是要保护你的安全。当然不仅仅是作为东陵的大将军，更是作为青龙玄女的守护星，保护你。可是他们说你……别人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自己所看到的。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事实并不是他们所说的那样。芙儿姑娘，你好好休息吧。哎，你之前说我不如苏沫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太累了，好好睡一觉。要不要让我再打晕你一次？我不介意。告诉大将军，朱雀玄女已经找到，请他加派人手过来支援我。快去。是。通知九黎，以防万一，以防玄女被劫走。是。你能确定她就是玄女？在东陵祖庙，作为朱雀七星，难道你没有感应到吗？我只是去救人，没那么多功夫注意别的。是我想多了吗？为什么我觉得你对我挺有敌意的？有吗？作为朱雀星宿，我们的目的是一样的，召唤朱雀神兽，保护朱雀玄女。那是你，不是我。但是你的身上也有朱雀印记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宿命。宿命？你好像很信命啊。你不相信吗？我如果信命的话，今天就不会在这里。你可真够蠢！你以为同样的招数可以用很多遍吗？你落井下石。随你怎么说。哎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就是随便走走，爱去哪儿去哪儿。你随便走走需要走窗户吗？我玩，你管得着吗？那你就慢慢的玩。对了，我告诉你一下，就像你这样的身手进了东陵，你很快就会死。你保重。哎，你不拦着我是不是有什么诡计啊？我不拦着你是因为你的死活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你别拦着我，你要再拦着我你就是猪。芙儿姑娘，这里就是我们东陵的朝阳宫。哇。
傍晚时分是朝阳宫最美丽的时候，它现在已经是玄女的寝宫了。我的寝宫？嗯，玄女是东陵最尊贵的人，当然应该住在最尊贵、最奢华的地方。上马吧。我怎么？你不会骑吗？谁说我不会？你干嘛啊？干嘛？现在你可以走了。你在干什么？我想去救福儿。你为什么不拦着他？上官姐，我为什么要拦着他？他是我什么人？他想要去送死，谁都拦不住。你今天可以拦着他，他明天还是可以偷偷跑出去。我告诉你，想要救人是你的事，能不能看得住他也是你的事。志宇，我们身体上面都有朱雀七星的印记，就是为了保护朱雀而生的。朱雀守护者，景公子，你说的真好听。我看你只是想找到朱雀玄女替你召唤神兽保护九黎，其他人的任何事情你真的关心吗？我知道朱雀七星的身份给你带来很多灾难，但这可是天注定的。别跟我说什么天注定，我自己的命我决定了。